Hello， 我是张成佳，然后就是我很爱打架，然后我今天要去学，哦哟，我今天要去学，不是柔道，就是空手道，然后就是有点忘记啊，可是就是对很好玩，然后那个老师就很好玩，然后，哦哟，别再弄了。然后我整天烦，他还没，他一直靠近我，他就你不要再弄了。然后就这样，没还没。然后就对啊，然后很多小朋友啊，然后我们学校直到直到18个人。没有弄啊，然后就可以，我就很好玩啊，然后对，那就这样，拜。